他也好，我也好，打一开始就没有记忆，我俩就是那天上最孤独的星。可您见过失忆直到连饭都不记得吃的人吗？任务里又没指示要吃饭。你别这么死心眼，行不行？只要不是100%确定的牺牲，那就不是牺牲，半点也不能有差错的。我们技师就是为了帮助思路德而存在的。你是个温柔的人，豆子，干脆我就叫你导师吧。导师？是呀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朋友了。谁和你是男生朋友啊？为什么呀？我确实是男的呀。难道你不是女的？这个人脑子不好，不要理他。